开录着《茶经录像书》的摄影队，在2004年的12月，去到中东的以色列、黎巴嫩、叙利亚和约旦等等地方拍摄，将拉伯沙基代表他喊的一切坚固城。拉吉是京城耶路撒冷的设防城之一。旧约的12卷小先知书是彼此相关又互相补充的，就像一张精彩拼图里面的12片，缺一不可。它们合在一起，把神对世人的救恩计划和拯救过程表现得无比清楚。